这时候就来拍，你就请客人摸，来，哦，你就那，你看眼睛都变白了，所以在正常的姿势里面，这鱼一定是死的，要不然它就不会硬趴。你来摸，它这已经硬了，鱼死了吧？来摸摸看，嗯，真的硬了嘛？哈，好，眼睛都白了。好，30秒，不错。你只要让它摸，然后什么变硬，它变白了。一下下要大概2-3分钟，因为它结冰了，它退冰了。这个水有点……一般照道理，这个水啊，这种水要应该要放冰块，可是没关系，放一块一块。真的，没有，这只是让它拍一下而已。这个都不会，因为这个都是一镜到底。